我是站在中间开场了。为什么站在中间开场呢？因为今天又有 PK 赛了嘛。我就是真正的狗王啊，肥佬来，欢迎收看今天全民最大档。全民做老板，全民做老板，全民做老板。OK， 各位老板，今天我们要讨论什么题目呢？就是说选总统啊，年轻人说随便啦，是谁害这些未来的主人翁呢？这样政治冷感呢？为什么呢？啊，选总统这件事情 ，whatever， who care， 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题目。当然了，等一下是捉对厮杀的，但是首先还是要按照惯例先介绍一下。第一位，哇，话题人物来了，被抓到了，他在那个 hotel 里面呢，好像男生的穿的那个浴袍了，是不是啊？天喜旅行社的总裁郭振立先生，郭总裁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就是天喜旅行社的总裁，也是旅游金童，一年五十亿营业额的郭振立哈。五十亿营业额，是。你是到哪里去旅游，也旅到五十亿吗？没有，我们专办日本线哈。那个至于呢，很多人我们今天是要来辩论的哈。那我现在我的私事就不要再问，我都不会回答，因为已经进入法律程序，而且我带着自己验尿的报告跟律师去那个开庭呐。最重要的是也不要问我的性向了，因为哈，如果男生跟男生之间，我觉得搂抱跟亲亲我可以接受，但是如果要进一步哈，我会抗拒。请问进一步是什么了？不好意思，我不懂。就是对方如果要求，我会抗拒跟挣扎，这样对方才会比较过瘾，不是？这样对方才会知道我是真的不喜欢男生的。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待会还是请郭老板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进一步的要求，我比较不懂了啊。接下来欢迎我们音乐的这个天才啊，这所有的歌了他做了最少2000首以上，是不是？刘家昌刘导演，欢迎。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家昌。当然以前的种种，比如昨日，那么现在的种种，比如今日生啊。以前我不谈论以前的成就，我只谈论现在。到底谁比较屌，谁比较红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当然了，就是他儿子刘子谦最红了嘛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欢迎啊，这个于天的太太李亚平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最性感的辣妈。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唱我的主题曲？没有人觉得奇怪了，大家票你不要唱了，大家给你跪的嘛。是因为今天来的性质不一样，是要参加辩论会哈。那我小时候就参加过辩论会，雷蒙啦，我求你醒来吧，雷蒙啦，雷蒙啦。我求你醒来吧，雷蒙娜，听我再告诉你，我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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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。挂挂挂！雷蒙娜，谢谢。最后还是挂掉，不好意思。好了，接下来欢迎现在呢，就是只有一个头衔叫资深媒体人了啊，赵兆康先生，欢迎。希望骇客你怎么我抓得住你，你抓不住，你抓得住我就给你。大家都非常了解到这个词，赵少康是最英勇的媒体人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大家支持赵少康，重新再买一个媒体，重新再另起炉灶，好不好？是这个意思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，欢迎。接下来刚刚呢，已经有人呛呛说现在谁最红？当然是他最红吗？点阅率都是几百万的，是不是啊？音乐才子刘子谦，掌声鼓励。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，不一定要唱啊，不一定要唱。因为已锁定你，我的歌曲千规排第一。在这里，谢谢你。你这种感觉很像张帝啊。我们谢谢你啊，张帝啊。没有，张帝叔叔那个他唱的是。有你朋友，你稳扎钱。这人人唱最的第一名，因为签过我的歌曲，现在已经排第一。这个啊，第一也不小心地。我们谢谢你。
要谢谢大家的支持。那子谦最近因为通告赶了很多，然后很忙很累，但是我还会希望大家尽快的哈，我赶快有新的歌曲出来，让大家来品尝一下，不会只唱我的那个念你这样子。好，我会更多的歌曲来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好，这样的话，欢迎的是前电视主播，现在呢要选举，不知道选不选得上。如果选不上，就还是前电视主播。欢迎陈以真的，欢迎。我求你醒来吧，雷蒙娜，雷蒙娜。哇，你敢挑战他，你真的很厉害了。因为呢，以真呢今天又要来参加辩论会了。那今天辩论的对象呢，就是全世界最性感的人妻雅萍姐，所以待会以真也会全力以赴，雷蒙娜。哇，你是谁？真的很聪明的吗？真的是很聪明啊！临时组，我突然发现他们两个长得好像啊！啊，有吗？你讲完这句话，那个刚刚唱雷梦娜的可能想哭了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我年轻的时候是长这样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好了，等一下拿照片给大家对一下。啊，今天讨论的题目呢，就是谁选总统？啊，年轻人说 Who care？ 随便啦，是不是？那到底是谁害的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的这样政治冷感呢？都不关心政治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政治是啊，管理众人之事吗？管理众人之事，大家不想去管理，那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以后的谁还要走这条路呢？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桌对厮杀很简单，就是我们的天喜的郭董事长郭正立，还有我们赵少康先生。是的。啊，第二对是我们刘家昌先生跟我们的刘子谦。哎，奇怪哦，哇，父子两个了，这个能够这个啊反目了吗？是不是？战场上没有分亲情的。OK， 太厉害。好看。辩论场上父子兵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接下来最后一对就是女生的啊，是李亚平对上陈以真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我想呢，也要告诉大家，欢迎大家呢上我们最大党的脸书去啊，这个专业啊去投票啊，投票了看今天到底是谁最好。最好的那里面呢，我们会抽出来，但跟最好没关系啊，会在里面抽出来，我们送你拖鞋，因为这个拖鞋现在热卖了嘛，是不是啊？很多人都在仿冒这个拖鞋，所以你们现在呢拿到拖鞋是有雷射标签的，才是真正我们最大的拖鞋。同时，那个拖鞋上面还有我们的签名以及隐形的照片在里面，你要用这样子去看，对着灯光这样看，就看到可以看到照片在里面。如果看不到的，就是假的。我们进广告，马上回来，谢谢。Thank you.